有人能抵抗艾伊尔血罩的勇士。诺夫才会害怕战斗的呼唤。目前表现不错，不过我要来亲自看看你们够不够资格。还没准备好，看来我下手太轻了。试试这个好了，你们已证明自己的价值，由你们担任我的勇士，黑尔雅必败无疑，我的诅咒也会破除。你带来什么捷报？华尔拉雅，我离得太远了，我已经超出范围了。时间的浪潮会粉碎你。为你的罪行付出代价。我现在没有目标，我已经超出范围了。小心，各位勇士，黑尔雅的地盘有很多梦魇所生的凶残怪物在看守。还不能使用这件物品。战斗吧，出征讨伐黑尔雅，立刻终结他的种种恶习。真好心，自己把灵魂送来给我，
省得我还要开着二级到地上。我需要目标。来呀、啊，凡人！你们得到了永恒的苦难。你们的灵魂属于我，还要再等一下。长城，你们很快就会变成我的科瓦迪尔，浪潮会吞没你。谁敢来打扰？怎么回事？你的做了什么？很虚弱，被你搞砸了。凡人，你们根本白费功夫。欧弟，永远别想自保。我已经超出范围了。用道具，你死可恶！欧弟，我诅咒你！跟我说说你的战绩。你为阴灵殿带来荣耀吗？